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了哈 ，O 是这个三角形 ABC 内部一点，那过 O 点的话哈，做这个 DE 跟 BC 平行，啊过 O 点哈，做 LH 跟 AB 平行，过 L 哎过 O 点的话，做 GF 呢跟 AC 平行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有什么性质呢？就是说哈，这个比上这个，加这个比上这个，加这个比上这个，会等于二。好，那我们来证明。我们知道哈，这个 DE 啊哈，比上多少呢？比上呢这个是 BC， 啊会等于多少呢？因为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，会等于 AD。AD 哈，比上呢全部 AB 啊。好，再来哈，我们看这个 GF 哈 ，GF 比上 AC， 它会等于多少呢？GF 比上 AC 哈，会等于 BG 啊，BG 它比上的 AB 啊。AB， 好啊，再来哈，再来我们晓得这个 LO 啊哈，这是 LH 哈 ，LH 呢比上多少呢？比上这个 AB， 我们把这个 LH 哈分成两段，这一段哈跟这一段是相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。这个跟这个平行嘛，这个跟这个平行，这平行四边形。那这一段跟这一段会一样，因为这个也是平行四边形，这两个平行，这两个平行。所以 LH 哈是等于 AG， 啊加上多少呢？加上呢这个 DB 啊，啊除以 AB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三个加起来，那我就晓得哈 ，D 以上的这个 BC 啊，它加多少呢？加这个 FG 以上 AC， 它再加 LH 以上 AB，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D 加 FG， 这个哈。等于什么？等于这个三项相加，这个加这个加这个是等于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是等于 AD 加 BG，AD 哈加上 BG 啊。但是我们晓得哈 ，AD 加 BG 呢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全部的 AB， 啊多出什么呢？多出一段来，就是说这个是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那个。AG 加上 GD 嘛，啊这个是等于多少呢 ？BG 好是等于 BD 加上 GD 嘛，那现在 AG 加 GD 加 GD 哈，AG 加 GD 加 BD 哈，这三段呢是等于 AB 啊，所以多出一段 GD 来。好，那多出一段 GD 来的话哈，那我现在呢？补上什么呢？加多少呢？加 LH， 就是说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嘛，就这个加这个加这两个，加 AG， 加上 DB 啊。好，那 GD、AG 加 GD 加 DB， 这个是 AB 啊，好 AB， 哦，这三个哈相加哈也是 AB 嘛，所以加起来就两个 AB 除以 AB 嘛。所以是等于二，那这样就证明了。